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终于有专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不安全了，哎，这个不安全呢，是因为什么呢？病毒，病毒不是咱们身体里的，但是是在咱们的这个电脑身体里的。天哪，这种病毒叫什么呢？叫 Wanna Cry， 叫想哭，想哭，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哎，我那天看见一个微博讲，他说我有一个好名字，我觉得他就应该叫蓝瘦香菇。你觉得蓝瘦香菇？他说这个就应该翻译成，这跟上次的那个叫熊猫点香，熊猫烧香异曲同工。说难受想哭，对吧？就是说，难受想哭。哎，说这个病毒现在就已经是全世界150个国家，20万台电脑，差不多，对，差不多吧，受到侵犯，以至于啊，我现在我们组里都有偷懒的理由了。我收不到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就敢跟我这么说呀，说那个勒索病毒可能造成影响。他如果用的是 PC 机的话可能有影响，现在苹果机和手机还是没有的。它主要是 Windows 是吧，那个就 Windows， 只有 Windows， 而且比较老版本的 Windows。 所以我看你们的同事用的都是苹果机，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完了，揭穿了，不好意思。那我得制裁他们去。那咱们可以看看这对全世界影响的这个一些图片啊。这个首先是你看，这就是这个病毒扩散，对啊，扩散在全球扩散的图。然后再看这个，哎，到国内了，中石油加油的这个装置也被侵入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就是下面这个就是勒索的那个界面，就是他把你的文件呢全部这个加密了，然后你好像交300美元，给300美元比特币，哎，然后这个，这是所以勒索嘛。这个说迪士尼的外包公司内网被黑客攻破，黑客盗走了未上映的《新加勒比海盗》的全片，向迪士尼勒索巨额比特币，否则每隔一段时间公开20分钟，我这么损呢？说迪士尼 CEO 已经寻求 FBI 帮助。说寻求 FBI 帮助，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货源就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他们是。就是对这个基本上现在都是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们发现了微软的一个漏洞，然后没吭声，自己就研制了一套能够攻破微软这个漏洞的一个方法，也没跟人说，但是这个方法被人偷走了，就偷了源代码，然后又叫什么深蓝，不叫什么蓝，永恒之蓝、永恒之蓝。但我觉得这听起来更可怕呀，这是你相信吗？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不是明明看到这个电脑有漏洞，它用来作为攻击的武器，它有可能啊。我觉得就是说网络战将来有可能。对啊，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而且它有人打比方嘛，说就像一个实验室，它养了一些病毒，它本来是作为研究用的，没想到这些病毒跑出去，被人盗取了。那我们在电影里不有这样情节吗？有一些坏人专门去一些实验室，他。你比如有些病毒它只是在实验室里存在，它不用，因为它在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了，但是有些人坏分子就拿这个来去。当年有人传说这个伊波拉病毒就是实验室美国那个生物武器什么的，就有这种传说。是不是生物武器不知道，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泄露的。对，是吧？对。哎，但是这东西这次的病毒，平常咱们这个电脑病毒感觉无日无之，吴老师您这个是专业的，为什么这次这病毒感觉是这么厉害呢？很多人以前做一个病毒是表示我聪明，就是说，哎，我能把你机器感染上，没有太多的恶意。他这回呢，是因为你一旦入侵了他的电脑以后，你可以做很多事儿了，比如说把他的文件，你自己把他文件重新加一下密，别人就解不开了嘛，对吧？对。那么，然后他是勒索钱，所以这一下子涉及到钱，这个很明显的一件事，全世界就炸开了。这次之所以有全世界的影响，就是因为他是勒索钱，他跟勒索钱，而且呢，关键是说，比如他把人家的文件都锁上了，你自己反而文件主人打不开了，没法用。但给钱管用吗？给钱就能解开？不知道，我没去试过。对啊，我这个也是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我看这个新闻到说是到今天为止吧，他勒索到了70万美元。那这个钱也不算7万吧，还不是70万，但是很难，几万美元，好像是，对，几万美元那个比特币收到的。对，但是我就说它好像是一种，就是说我是求量，这个是靠量来赚钱的一种模式。它其实每个人勒索并不多，但是它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传播的太快，
所以只要是被感染上了，被感染上比较快，然后他因为勒索这个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薄利多销模式，不是也不是薄利多销，就是说这个从媒体上来讲很吸引眼球的一个事儿、嗯。如果真是7万美元的话呢，就是也就一共200多个人交了钱，相当于对吧？很多人。但是呢，因为他是要比特币，就是我假设我真付给他钱，除非我声明说我付了他300美元的话，否则没人知道我交给他的赎金，所以这个7万这事儿准不准也很难说。反正现在有的部门警告嘛，就是说不要给他钱。对，说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一定给你解密，不一定给解密。但是他说你要不给，好像是7天吧，你的文件就全删除了，全没了。他有可能，因为如果这个那个计算机被绑架了以后，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你有你有没有也没有这个备份，然后他可以，所以删除就是说他有一个特殊的加密，就永远打用不了了。对对啊对。那这次还听说有这个大学的，还有大学是重灾区，还有医院的。医院好，大学是重灾区，医院呢，就是因为外接的设备太多。他这回实际上是攻破了一个445这么一个口吧，这个口就是共享的设备啊、文件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对内对外的一个接口，那么医院有很多外接的设备，所以这个啊。那吴老师再请教，因为之前比如说很多黑客行为都是个人哈，都是个人，他有的是献祭，我做了一个很牛，对，他其实就像以前说那个熊猫烧香嘛，对，他其实个人呢，他不就是他危害很大，但是他刚开始的诉求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恶作剧，但是没想到这个后果会这么大。但是这一次我看有很多推测，有人很多甚至把它上升为一种就是说是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一个组织，就这个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行为，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来去确认这一点。这很难确认，因为他这回不是说我有一个账号，你们把钱都给到我这账号，不像那索马里海盗似的，说这一下你就认，就行为主体很明确，是吧？嗯。然后他这个说，之所以用比特币，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是谁，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很难猜测，没有什么证据。这不是到目前感觉，我觉得他也没挣这几个钱啊，是没挣到几万美元，几万美元，是因为被破解掉了吗？他也被破解掉了，也不是，就有些时候我可能自己能恢复，我有办法分。每个人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再说了，就是虽然说是7万美元，比如说如果他真是收到了70万美元，只要给钱的那个人不去说我给了钱的话，没法确认给到了多少钱。因为比特币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币的主人是谁，就没法确认比特币的拥有者的身份。哎，但是咱们根据这个全普世价值观来说，都是不能向这个勒索呀、恐怖行为妥协低头的嘛。对，说是这么说，但是在现实中就您刚才讲接地气嘛，就你看这多少被绑架的人还是给钱的。而且美国是这样子，就是医疗仪器，刚才您讲的这个事，医疗仪器被绑架也不是这件事儿那个才开始有的，在2000年开始到现在，大大小小的连丢病历算在一起吧，大概是2000万起左右。嗯，就是丢一份病历，我假设也算一个啊，2000万起，最多一次丢了400万份病历，大概400多万份病历。每年美国这个交的赎金，就是医疗仪器被绑架了以后，医院里头交的赎金是上亿美元的。哎呦，挺可怕的。这哎，那甚至我现在想，他是不是真的像电影里边说的一样？它能控制将来这个病毒啊，能控制核电站，能控制你这个医院夸停电，或者控制能，这事儿是发生过的，在德国类似的事儿，不是控制核电站，就一座高炉。那它通过那个高炉，他们就是工厂装了一些监控设备 IOT 的设备，就是万物互联的设备进去，那就把它原来的那个防火墙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的破坏了一点，后来被劫持了，那高炉就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它就赎是几千万欧元。当然那个最后那个就像您说的，这个工厂没屈服，把周围的居民全疏散了，强制把这个高炉停下来了。哦，哎，就我还听说，比如说这次讲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对对，就这个组织声称说是云集了全美国最多的数学博士，什么计算机博士，然后他们就搞传说，他们就曾经弄过那个伊朗核设施，你听说过吗？这就没法验证，也是做个病毒什么进去。啊，对不起，他上个月不是朝鲜，咱们邻居老去搞这个，哎，对，试验嘛，不是朝鲜有一次发射失败，就是4月份。对。然后英国的这媒体就是说，就是是中情局吗？还是说就是这个 NSA 美国有把这个
把一个代码植入到他们的这里面，然后叫远程控制吧，就让破坏掉了他就发射。哦，或者怪不得从来没打准过。有这个说法，但是没法验证。美国实际上有三个类似于跟情报有关的部门 ，CIA 中央情报局，这是对外收集情报的。一个 FBI 是对内，其实是相当于咱们的反腐倡廉的组织。FBI 不管这事儿。第三个是 NSA， 实际上是信息安全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在。跟这个信息有关的基本上是 NSA， 但是北朝鲜那个更多的说法是说，因为它的半导体器件是拼凑来的，互相可能兼容性这本身都有问题，就是说你不去推它，它需要美国插手是吧？还不需要美国插手，它自己都会倒。对，说不定咱植入个进去，提高了它的水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这件事儿让我们觉得恐怖的啊。是说，就是吴老师，你看你这么了解互联网这个发展，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几个人，他们有足够高的这个技术，实际上通过这个电脑病毒的方式，运用这个互联网，它实际上是可以制造非常影响全球性的恐怖事件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很多设施啊。这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全世界对于这种互联网犯罪的这种处罚以及相应的法律严重滞后这个现象本身。那现在罚得轻吗？你基本上拿他没办法，就是没有一个法律 说没办法。你也不能说他制造了一病毒，就像咱们说熊猫烧香这事儿，你判他有无期徒刑，你能拿他怎么办呢？一个行政处罚可能几千块钱就了事儿了。判刑了，那个小孩是判刑了。那小孩判刑了，对，因为我们这是在腾讯的时候，他们老去抓那个就是入侵的黑客，有时候就是看着这些人一个小黑屋子里，然后有这么两三个人就在这儿到了人家电脑里头去偷这个钱，那最后你把他抓到，无非是说有些钱能够找回来点是一点，然后他大部分也花掉了，也偷了没多少，大概这危害很大。然后你能罚他什么呢？就是说你关他个半年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一点。对，当然这个是个人性的哈。我现在甚至还关心这个 NSA 啊。对，这个如果是国家性的，就是现在国家之间这种网络战争，国家之间都有这个网军啊。对呀，他一个国家最高的科技水平全力以赴的话，他能掀起多大的一个动静啊？哦，他可以把你整个计算机系统瘫痪掉。那就是啊，那将来这个如果是两个敌对国，这家伙能不能像好莱坞电影一样，你这个核电站就给你操纵一个病毒就给你引爆了，能给你制造切尔诺贝利，能不能引爆不知道，但是反正是蛮危险的。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IT 的这个设计哈，整个这个是在过去说没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是按这个前提假设设计的，这和我们比如我们设计一个大坝核电站，那个设计的时候是说我在随时会被攻击的时候我不造成多大伤害，所以就这个他们就讲这电脑工程师和土木工程师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个电脑工程师是说没世界上没有坏人，他是按这个形式去设计的。土木工程师是说世界上都是坏人，那就这样都是灾难都是坏人，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使得我们的IT 系统其实很不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人为的这个，就是假设即使这个计算机系统是我这个部门的，理论上来讲我要把它搞得很安全，但实际上人为的操作很多时候让它变得不安全，这也是经常有的。哎呦，你看这个我也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技术盲哈，文科生，就平时对这种什么信息安全就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是你有时候看一些报纸上的案例，你才发现真的是跟自己息息相关。你看，你还记得那个去年说一个山东的一个大学生，然后被人一入学就诈骗，最后等于是气死了嘛，叫徐什么？后来你看，他还真的并不是说学校把他的信息卖给了一些人，是就是一个黑客进到大学里头的这个系统。那一进到这里，他数据太多了，谁是哪一个，你身份证号码，你是从哪考上，你家庭情况，他完全就进到了一个，就像吴老师说，可能两个人三个人，但是他掌握了大量的数据，每个人的情况他都知道。那就像我们平时经常接到电话问，一接电话问你要不要办银行贷款，把你的姓也说说，名也说说，你有时候很恼火，但有时候又觉得
我也没有办法去报案去追查你，但实际上我觉得是觉得这真是未来涉及到我们这个安全的一个隐患。我现在对这个东西啊就产生恐惧症了，就比方说哈，我这是有一个那个玩电脑的小孩就帮我装电脑，那么我的一些这个家庭啊私人的一些照片啊，陈冠希的对艳照啊，我说你有没有能想一个办法，就是说我要百分百的，我强迫症的绝对不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不会被侵入。嗯，他说那不可能，万分之一还是能保障的，你说一亿分之一不被侵入，这个可能比较难。哎，就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理论上讲，你的这个手机电脑只要有人想打你的主意，总能进得去。那不一定，这个不联网就没事吧？啊、不是不联网，就是说现在像企业对，我就是想，我也算是不联网，不联网，不是你不联网，我都想过这个。你不联网，但是他现在这些更新太讨厌了，你老不更新呢，或者下载一个软件什么的。第一个不要用盗版软件，这、就是一定的。第二，不要贪财，就是说有些时候说哎有个折扣，你是否点一下子，这一点就麻烦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个人用的是个人，就是消费者级的这种电脑的保护哈。但是真正的公司里，比如 Google， 他们那个所有的这个文件全是加密的，就是说出了陈冠希这事儿，他是拿不走的，因为这个硬盘一旦从这计算器拿下来是没法读的。哦，像 Google 的内部的这种就是员工用的电脑，全是要求是这样做的。哎，但是现在不是还有解密软件吗？你什么密码也能解吧都？比较难，这可以防范的比较好。就会把它成本提高，让他后来可能也就放弃了，是不是意思？这个一成本提高，就是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确实你能保护得很好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很坏的习惯，比如说举例子。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他们那个 FBI 的有一个副局长有次讲过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把这个有一个摄像头在这儿，嗯，平时你不用的话，应该贴张纸把它给糊上。哦，就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比如说，假设即使你的这个电脑被劫持了，你的银行账号还是不会丢的。但很多人，因为你一旦摄像头被他劫持了，你在这打什么密码他都是看得见的，就给都记录下来了。这个摄像头手机自拍的对着你的这个摄像头，这些东西理论上来讲都是要给他糊上的。那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个很危险，那 FBI 的一个副局长就被人吐槽说，你看看你这些科毛嘛弄这个。后来大家一看说，扎克伯格这些 IT 大佬的这个前面的摄像头全是给糊上的。哎呦，在硅谷很多公司是要求你给糊上。那手机呢 ？iPhone 呢？手机里糊上吗？这个平板照片往前照，这个没问题，自己照这个比较危险。手机都有可能被，有可能就是被劫持。对啊，因为它病毒进了你手机，然后它就比如说举例子，很多人把手机在看着，你们家的所有这些情况，它都是看得见的。天哪，太恐怖了！我的天，哎，吴老师，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说现在手机都可以被当成那个远程控制来监听你的，那手机关掉的情况下也可以。电影有些时候看什么，比如说咱们说追踪吧，你把关掉是没用的，你得把电池扔掉才是。啊，就是说关掉只是那个一个操作系统的关机状态。但苹果那个电池怎么扔掉啊？对，不会扔。你注意那个《人民的名义》里边表现丁义珍有反侦查能力，反侦就是把手机落在了车里，然后那个公安厅那就一直跟踪这个手机信号到了哪老家。哎，但我现在觉得这个电脑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个福祸难测的一件事情。您比如说，我就记得就是说这个凯文凯利他写的一个书里边就讲到，我现在发现就很讨厌，比如说你要真正的安全，哎，就别跟外界连，对吧？对。但是你不跟外界连呢，你看现在这个电脑啊，这个更新呢，所以那个凯文凯利当时就说啊，他说我就发现人呢被这个技术劫持了，对，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停在这儿，你不更新吗？就没法用了，你就没法用了。慢慢的你就发现你不想学这个新的，你也不想搞新的，我就觉得现在电脑功能挺好的，但是你跟别的不能兼容了，对吧？这次就是这样吗？说 Windows 的这个什么到了 Windows 10吧还是什么就不怕这个病毒了，它是对比较早的 XP 是对最受侵害的，对对呀、所以他就是这次说就很多人你就是老不爱更新，老不更新
问题是老更新的时候也把病毒更新进去了。它是这样，一更新呢，你的电脑因为就那个就很慢的嘛，变的就是你的电脑太老，用了一个很新的软件，一个小马拉了一个大车，你拉不动，所以你就逼着你不得不去买一台新的电脑。更新很重要的目的是让你买一台新电脑。哦，是这样的一个商业诉求。但商业诉求是这样，就是微软它叫做安迪比尔定律嘛，在这个 IT 行业，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半导体的速度每18个月翻一翻，照说我这个电脑用的应该很爽很快，对吧？但是呢，那个软件的更新不断把你这个性能给吃掉，使得你用起来感觉不是这么快，然后不得不再去买一个新电脑，然后整个这 IT 行业的这个营业额就上去了。所以你说这人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个确实很大一盘，很大一盘，对，就叫做安迪比尔定律，在整个 IT 行业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是这样子。我就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个，你就知道其实我们表面上享受这个信息自由的同时，你身上有多不安全。另外我就觉得平时你看我每天看手机看电脑，你感觉是你在控制，就是我有一个人不是开玩笑说每天像做皇帝一样君临天下，每一天批啊，实际上很多的这种现在也说大数据它实际上有意识向你投放，就你看到的数据都是被控制的。我现在发现比如说我偶尔点了哪一个人的新闻，哎，过几天这个新闻就持续的向我投放，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就觉得很恐怖，哎，真是很恐怖，就你的数据就被所谓的大数据，他就以为你，他对你进行分析，他就以为你关心这个人或关心这个领域，后来你才知道并没有像你看起来你以为你自己那么自由，我现在信息我享受的这么便捷，实际上我也是被人控制的，我接受到的信息也是有人有意识的向我输送。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很可怕，我怎么能把这大数据给漏掉呢？我觉得就像是个很蠢的太监，你知道吗？揣摩上意。哎，对对，我并不是针对这事儿感兴趣，我只是偶然看了一次点了一下，哗哗哗，对对，是因为最简单办法你就把这个 cookie 就是这个叫什么呢，cookie 给 disable 掉，就是给它关掉或者删掉。以前 cookie 它基本上判断你这人是谁是根据你原来的这个 cookie。 可是你看新闻不是这样，新闻只不过是点了一个标题，不是因为你的 cookie 是不断的打开的，就是 cookie 是记录你的你浏览记录，对，整个记录，然后他通过这个来分析，所以你可以设置说我不保留 cookie。 不保留 cookie 呢很多地方不方便，就是说你每一次都是重新设置重新开始，每一次都是个陌生人。我觉得就是人类啊，就是早晚把自己给玩线了，真的，就是我们过去说你早晚玩线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啊任何一个科学家也不能控制全局了，那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不你没觉得我们万物互联了，我们全连起来了，这就酝酿着未来会有一件事儿发生。我老觉着说哎，就是说等着雷落下来肯定会出事儿。吴老师，我相信就当我们全连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就意味着什么，谁出个幺蛾子，你看今天你看嘛，一个这个勒索病毒，对，咣叽一下你就影响100多个国家了，你顺着这儿往下想，他要是出来谁知道还会出来一个什么，甚至说一个狂人像这个什么像上火星的那哥们儿，当然他是好像是正能量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没一个负能量呢？他发了大财，他可以养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在搞一个东西，哎，抓着你人类一个软肋，一个七寸，哐叽一下子。你这不是阿汤哥下一个电下一个电影？我觉得科幻小说里永远有一种是坏人，科学怪人，狂人的老干着。你认为有可能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矛和盾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假设它是个矛，老攻击这个盾，它也在不断的改进。我觉得，对，不是。你就是就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问题是盾是在矛之后，哦，对对，你明白吗？你不知道他出什么幺蛾子。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万物互联肯定是对咱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当然了，但是你从这个病毒看，哎，这病毒总会有你想不到的病毒，这您是科学家，您承认吗？对，这是这样，就是所以这个就我就说矛和盾的这个它的工作方式也变了。最早的时候是说我要建个防火墙，把所有东西拦在外头，那么这个病毒，那么就像您说的是，我得先看到你的病毒的特征，我才知道你是病毒。最早，对，最早第一次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代来防范是什么呢？我可能不知道你的病毒的特征是什么，但是我发现很奇怪，就是说，你比如说，
假设咱们说偷了这个照片和这个，哎，不同计算机的照片，它都把这个照片往一个地方去发送，就是，哎，这就很怪，因为这个莫名其妙，凭什么大家都要往他那儿发送？就发现说，哦，你们这些计算机感知了一个病毒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你这病毒是特征是什么样的，但这个行为本身是个盗窃行为。所以呢，第二代的这个就是叫做网络安全软件，其实它就要防范这种，就是说提前要预知这可能是个病毒。到第三代的时候，现在其实用大数据，他们大数据也有好处了，就是说学习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式，比如说讲，举例子啊，您在这个单位里工作，先把这个诉求给了有一特定的业务流程，给了小静给了可能那个于文华，然后给了什么台长，就是这样的。对，那么这个文件的传递总是这样一个过程过去。对，这个我们的设计的方案就是说，咱们说有个创意，来了一个黑客说直接从 A 就到了 D， 就是我们是 A B C D 这么顺着走啊，那这就不符合你的工作方式。那么这时候计算机它应该知道说，哎，我这件事是不能做的，你想把我的设计方案拿走是拿不走的。吴老师意思还是科学救国。